谓的行情自由行动，依我看这个提法不准。从美国在南海的表现看，应该叫它行情霸权行动。美方这种行为严重侵犯沿岸国主权和安全利益，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，严重危及一线官兵生命安全，是极不负责任的，也是极其危险的。错误的行动源于错误的理念。美方对中国发展的打压遏制，源于其中国观走入歧途。美方对自身绝对安全的过度追求，源于其安全观狭隘自私。美方对国际秩序的冲击破坏，源于其世界观出了问题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